嗨，大家，超久没有这种 vlog。那今天呢，想说要来去外企，然后外企之前通常我会在家稍微吃一点东西，然后想说拍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我平常在家大家都怎么准备早餐，然后会吃些什么。走吧，去用早餐。那我通常一个人在家其实都蛮懒的，所以我就会把吐司然后丢到气炸锅里面，然后加一点花生酱，就会非常好吃。所以我们就来做吧。涂好之后，我们就把它放到气炸锅里面吧。刚好好了，那我们就来出炉吧。是不是有点太焦了？等一下，还是可以吃嘛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泡咖啡吧。好，那我们就吃个早餐，待会就准备出发骑车啦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出发去骑车吧。今天来去后山，就是我家旁边，这边就是故宫。然后我们去骑一下山路，稍微动一动，稍微练习一下吧。Go go。就我家旁边这边训练超方便，就是这边自山路上有超多条山路可以骑脚踏车跟跑步，然后整条路上来啊都是缓上，下坡其实也超舒服。我们今天就来去骑剑南路吧 ，Go go。剑南路也算是一条我很爱的路，因为它整条路可以训练，其实非常多元。你上坡下坡来回一趟，其实骑起来超爽，而且它的难度没有到非常高，距离也很适中。开始骑吧。骑完了一趟剑南路来回，好了。不然我现在就带你们来去吃我平常骑完脚踏车最爱吃的早餐店吧。 Go go。 现在这骑的时间，路上车超多，因为现在已经12点，大家都可能要去吃饭啊，干嘛的，所以车超多的。云龙路上跟福智路交叉口，这边有一间真的是很推，我自己觉得很好吃的早餐店，就是这里啊。到了，我们进去吃早餐吧。就是这间。跟 Pro， 我觉得这边超好吃的，尤其我超爱吃他们的那个菠菜蛋饼，超级好吃。然后他们这边有一堆我觉得非常好吃的早餐，有意大利面蛋饼，然后还有一些甜点的点心之类的。重点是他们这边的蜂蜜牛奶超好喝。好，来点吧。蜂蜜牛奶，超级好喝！它蜂蜜牛奶就是牛奶之间的超香的蜂蜜味，又不会太甜。
没事，闭合。我的菠菜蛋饼终于来了，超好吃的，大家看，这个胡麻酱一定要蘸，因为胡麻酱加菠菜绝配。重点是大家看这个饼皮，超级酥脆，超级酥脆，吃下去，太爽了，超好吃。那菠菜每次来都超新鲜，然后蛋饼皮有点像是那种手工饼皮，所以超酥脆，再加上胡麻酱，绝配。再来一个蜂蜜牛奶，哇，太享受了！每次吃完都一定要来吃。好啦，吃饱啦。所以这边就是我很推荐大家，如果你们有在士林故宫附近啊骑至善路的话，可以来这边吃吃看。然后我自己非常推荐啊，因为我觉得很好吃。它就在这边是什么路？雨农路上，推推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期面见，拜拜。